各位旅客您好，欢迎乘坐川味飞车。本飞车将带您到香港和澳门，预计时间是40分钟、50分钟、60分钟不定。为了保障你的权益，麻烦请按下订阅 subscribe， 留言和打开小铃铛。请不要快转跳段或者吐槽主持人。前往香港的天上，到达香港国际机场，因为到的时间比较迟了，错过进澳门的船，就选择了巴士前往澳门。这个是澳珠海大桥，全长55.000千米，也就是55公里 km。到达澳门，先来办理入住。入住酒店后，就开始逛街。
据说来澳门一定要吃的这个。现在开始前往酒店。现在来这里吃晚餐。这里的自助餐的酒水任喝。